好，这支影片呢要示范的是 Samba Couple Meta Couple Joint ABD 的 Range of Motion 测量方式。待会阿宏呢，我要请你把手腕打直，然后呢要请你做这个动作，过程中呢要提醒你手腕手指都不要有额外的动作，可以吗？我只要像这样打开的动作，来，请你做一次吧。好，谢谢你，就是这个动作。测量的时候呢，轴心所对准的是 Radial Styloid， 固定臂对准的是第二根 Metacarpal Bone， 远端呢会对着的是第二个 NCP Joint， 移动臂呢对准的是第一个 Metacarpal Bone， 远端呢会对准的是第一个 MP Joint。测量的时候呢，在起始位置，尺是呈现像这样的摆位。好，如果呢，当我们比较完整的并拢，这两根骨头事实上会很接近平行，所以呢，尺的位置是像这样。我们可以在零度的地方做一个记号，待会儿呢，在读角度的时候会比较容易。那我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请你开始吧。到底了吗？好，到底了就不要再移动咯。轴心对准，固定臂对准，移动臂对准。所以呢，这个角度就是呢，我们要测量的CNC Joint ABD 的 ARON 是0到35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请你放松，被动的打开到底之后，请不要再移动。PRON 是这个角度，0到35度。最后呢 ，NFIL 固定近端，远端加 over pressure。NFIL 是 FIRT。以上就是 Samba Couple Meta Couple Joint ABD 的 Range of Motion 测量方式。